大家好，我是 Albert， 今年25岁，目前是一个 freelance 摄影师。我的职业是拍照片、拍影片、拍拍拍拍拍片。今年呢，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名叫 Luna May。她今年几岁呢？哎呀，女生的年龄是一个秘密啦，连我也不懂啦。我知道的是，她每天都很追踪网红的 drama、IG story 啊、YouTube prank 啊、什么抖音 makeup video 啊，还有什么什么 PPAP 啊，都过时了这东西。哎。什么 PPAP 是 POTD photo 的你 stupid 的你要不sorry 每当网红发生某某事件的时候，他就会吐槽的吐是念第三声才对。 AB 你知道吗，吐槽的吐是念第三声还是第四声啊？应该是读第四声吧。你妹啊，读第三声啊。有时候网红做的东西他也是喜欢学来做的。 AB 啊，什么事？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想要跟你讲。什么东西？一定没有什么东西好的啦。哎呦，没有啦，其实我中马票了。喂，真的吗？你不要骗我们，不要玩我了。你看我这边了 ，It's a prank。很无聊哎，你这样的东西也拿来 prank lame 到。这个 prank 的 video 最近很红嘛。就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了。原来他想要 B， 什么事？我决定啊，我要做 influencer。过后的日子，每一天 Luna 妹就一直叫我帮她拍照、拍 video、edit 照片、edit video。她想跟上潮流，要当个 YouTuber 啊、TikToker 啊、Instagramer 什么么都要做啦。我们走到哪里都好，她都会要我帮她拍照，连在妈妈也要我帮她拍照，立刻 edit， 立刻放在她电话 upload 啊。那天她还叫我帮她拍 TikTok 影片呢。人家在学着拍 TikTok 嘛，要做红人，你也跟我好好认真拍啊。OK， 所以我就一直努力的帮他剪接、拍照、upload video。过后预想不到的东西就发生了。God my life！ 孟老，你这什么？孟老 B， 这是什么来的？别弄到水，我这100多个 follower 等着你的照片啊 ，edit 啊！在打我电话的时候，没有想到弄到那个水在我电脑上面。这个又是我唯一一个工作电脑，怎么办？好了，不要伤心啊 ，B， 我有一个办法。啊？我打算用我辛辛苦苦存下的钱，为你买一个新的 laptop。哇、哦，那也可以这样，真辛苦你，哎呦，阿弟，莫大丈夫，你辛辛苦苦为我付出了这么多，一切都是值得的。Oh my god， 谢谢你。第二天的时候，露娜妹真的买了一个新的电脑给我了，真的很开心有那么疼我的女朋友哦。她还买了全新的 MSI P75 给我耶，这个电脑完全适合像我这个 creator 的，它有着那个颜色标准 U-thin bezel 的 display。 你想念你女朋友的时候，在这个电脑开照片就好像看真人一样啦，又薄又有力，能随时 edit video、 edit 照片，也能够玩超刺激的游戏。最重要的是它那么轻，到处拿来拿去都没问题啦，哎呦，真开心啊！开心吗？
开心，爽啊，爽爽哦。那要玩到几时啊？我照片都给你了，我买多个 follow 在等着我几天两周吧啊。 OK OK， 我现在做，我现在做。 OK OK， 手递手递，有脸啊。我就知道你会笑，我已经不要看你了。Oh my god！